黄，而且脸还是黑的。据说这是瑞士瓦莱州的独有种哦，脸黑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。夏季来策马特找黑蜜羊，可是最新最夯的行程。这只。打招呼了，他说你找到我们的啦，吹掉啦。请问一下，你是黑面菜吗？满山满谷的黑面羊，而且这个是只有瓦莱州才特有的黑面羊，就是所谓的就是把它放出来自己吃草，放羊吃草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你有看到它的脚吗？它是它这样旋转的，对对，转圈圈的，旋转的。你看到它的字了吗？不行，它在吃草，看不到。谁看上有它的正面吗？啊，那个正面好黑哦，这是黑羊问号，黑羊问号。你要学它了，哎呦，它是大鸟耶，我要学它。你好，我是爱玩客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脸涂黑。我完全看不出来他们是在笑还是在哭。哦，他来了，好靠近摄影师。他办到了，办到。而且你有发现吗，哥？它的毛，它绕路没送啊！听说他们这边都有那个，每年都会有那个黑面羊的选美比赛，我们要去找一只最漂亮的。我刚刚前面有看到一个混血的，有没有拍到？有拍到，是黑的。我跟你讲，比选美比赛啊，要找那种脸最黑。轴要黑，最黑，所以其他地方都要很白。对，这边后面哦，我们后面，瓦莱州黑面羊，加油！